来这儿，在门口换鞋就行啊。哎呦我天！你谁呀？你谁呀？我这租客啊。我是房主啊。您说话呀，倒是。啊？我不是跟他们说了吗？哎呦，您跟他说好不好？您再说一遍，说清楚点，行吗？哎，大哥。不是怎么回事啊？不是，我们也不是故意的。您说你就这么几天时间，我哪儿找房子去啊？再说了，这合约还没到期呢。说实话，是您先违的约，这真怪不上我们。不是让你们先找个短期的去租了，先租着吗？这不是房租的事儿，是我真没时间了。您想啊，我们刚搬过来两个月不到，您说这屋里东西我们好不容易才规整好的，什么 WiFi 水电费，我最近我也才刚续上，我是真没精力。我说了吗？不要打扰我，我这个报告要是交不上去，我就要失业了，好吗？是艾琳一哥，你谁呀？是那个。来我家干嘛？不是那个。我们的沙发到了。哎哎。哦，我那个行，咱能稍等一下吗？稍等不了，大姐。那楼下小货车是您的吧？我的，那还有一大堆箱子要什么？是，我知道，那个稍等。那咱们还干嘛？要开始算时间了。好，算那个，哎呀，稍等啊，哎呀，稍等一下，马上啊，哎，咱出来说呗，哎。你们谁报的警？我。说说情况。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。那个，我是她老公。我不认识他。他说是你老公，你说你不认识他，那他呢？提供色情服务的。啊？没有，那个这是我俩朋友，都认识。什么朋友？私下秘密女友。好了，情况我知道了，你抓到他出轨了，他除了出轨还有其他暴力行为吗？出轨还不暴力吗？没有，都哪儿？暴力出轨？真没有我的事儿，别听他胡说。他对你有强迫行为吗？没有。你们俩之间有交易吗？没有，就等一下。你看一下，这我们照片，听，我们仨，既然没有暴力和强迫行为，也没有进一步的冲突，我劝你们还是冷静处理，啊？哎，让他们签字吧。我来。姑娘，你可以保留必要的出轨证据，如果你需要起诉的话。哎，给您添麻烦了啊，真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们了啊。丹丹。对不起啊，我刚才没弄清楚状况，两天没睡了，那个神经衰弱了。理解。那个我也不是要回避问题，主要是我今儿下午有个会，然后看你们来了之后，我就开了静音嘛。然后老板刚才突然点我名，我一着急我就先跑回去了。行，我都了解了。您要不介意的话，您先搬进来，我俩去住酒店。那个，但是东西得先放这儿。酒店稍微有点贵，咱要不先去兄弟家老张家住两天。行吗？喂。啊，你说哦，是这样，我们商量好了啊，那我就过段时间我再往里搬吧。你人家他们俩这也没有地方去，就先算了。我们不是下个月十号过户的时间才到吗？那我就那会儿再搬过来，那会儿可真不能有人了啊。嗯，放心。那这样，他们俩现在的租金多少钱？你看你能不能按日的这样结给我，也算我租给他们的。你看这样行吗？行。哎，另外，我今天来给我们收拾东西、搬家的这些费用，你也得给我出，对吧？没问题。我也不想把事情搞成这样。明白。我着急用钱嘛。行，这样你们两边搬家的钱啊，都算我头上。行，各意思啊。那先这样吧啊。那这样吧。嗯，好，拜拜，嗯。那就这样呗。啊，行。那我这些东西，这我也没法搬来搬去。你这阳台要不用，我先把东西放在这儿，行吗？不用。行。那这是，哎呦，还有这沙发，因为我这拉着旧沙发的车都在下边等着了，那我就把新沙发就放在这儿，因为我还挺爱惜这沙发，你们千万帮我行吗？保护着点。我们套着这塑料袋坐。对，保证干净。那也不至于，您别滴上油什么的就行，好不好？行，好，那谢谢您了啊。没事。麻烦您。谢谢。
这照片拍挺好。是，哎，您慢点啊。哎，没事。哎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姐夫感动没？他哭了吗？你可别哭到流鼻涕啊！喂，王姐，你好。收房子，姐，我这房子我得住到月初下个月。我那个，你要是有最近看房子，你就让他们来看就行。我肯定不能同意啊！这房子我装修了很久的，而且您这是属于违约呀。对呀，我不管您是孩子结婚还是说要生孩子，这个我真的已经在这儿刚租完。我不可能。准备好了吗？欢迎大家来到了我的新家。这边呢是我的主卧，就给大家展示了。不要展示，东西太多了。我始终认为呢，房子是租来的，但是生活却是自己的。丹姐，我错了，丹姐。别碰我！不好意思啊，丹丹姐，我是真的很喜欢苏芳丽，要不你们好聚好散吧。好，丹丹。算了，你把房租退我吧，然后装修费37，同意我就退。再见。我们来日还有很长很长一段单调的昼夜，我们要耐心地忍受行将到来的种种考验，我们要为别人一直工作，直到我们的老年。等到我们的岁月一旦尽了，我们要毫无怨言地死去。我们要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说，我们受了一辈子的苦，我们流了一辈子的泪，我们一辈子都过着漫长的辛酸岁月。谢谢我的老师，同学们，还要特别感谢坐在观众席里的我的妈妈。谢谢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，谢谢你把我保护得这么好，我一定会加油的，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，不留遗憾的自己。我会好好孝顺你的。丁老师，后劲这么大呀，丁老师，你承不承认，你女儿我还是有点疼。啥子哟，我哭。是因为我一想到女儿今后要靠这个吃饭了，我怕她以后吃不上饭，急得我眼泪直流。其实我这个话剧呢，它是非常的先锋的，确实不太好理解。当你妈没看过话剧啊？说些名句的台词，搞点形式化的噱头，
就敢叫自己先锋，依我看这叫不伦不类，故弄玄虚，自作聪明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走了。你去哪儿啊，丁老师？回家，今晚的飞机。啊，你这么着急回去啊？我还说带你去吃北京烤鸭呢，还有胡同特别好玩。不用了吧，我还是赶紧回去工作赚钱了，一天都不敢耽搁，不然全家都喝西北风。不至于吧，丁老师，有那么烂？你车都叫好了？是啊，怎么，来你们大都市北京，我一个人都不会走路了。你还是好好管好你自己啊，想想怎么在大都市里面存活下来。师傅，首都机场慢点，慢点，师傅。不想住了。哎呀，那太可惜了，装修这么用心，跟自己家一样。哪有家呀，本来也不是我自己的呀。喂，哎，你好，我还想请你帮我个忙，就是我们家里还是有很多家具，我想让您帮我把它拉走，然后挂网上，然后钱我们可以平分。那怎么好意思了？我不白给你，我这还有一些行李，你不是有个仓库吗？帮我寄存一下呗，等我有了地址之后告诉你，然后你帮我再寄过来，行吗？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谢谢啦，太感谢您了，麻烦了，哎。不用不用。老六啊。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有好多人在探我的口风哦。黑姐，这是又遇到客户理赔了？你赶紧死开，别咒我客户。是不是让你去成都开疆拓土啊？哎呀，这好事儿啊，换个地方，从巨人的肩膀上重新开始，开拓整个西南市场，还是负责人。想想我就热血沸腾。我天哪，哪有那么容易？我自己几斤几两我还不知道。咱们公司这几年不是越来越好吗？你可得趁势而上。哎呀，你说我这北京刚买的房，这一切都安排的挺好，就全给我打乱了。关键是想回去，我当初何苦来呢？你还没结婚，没生孩子吧？你这怎么还歧视我呢？不是，父母也都在老家。嗯。你这个吧，顶多就算是买了套房子，真说安家落户，还差点意思。等你真的是有了家室，那真的是长了翅膀都飞不动。想想，无所谓，别爱吵了。嗯，这一桌可以啊，大伟。你说你们两口子这大闺女啊，以后那肯定是捧铁饭碗的人。我可不是吹啊，我们家大闺女打小学习就没让我操过心。哎，那考哪儿啊？成都嘛。是打死。可得大一，大一不作伴噻。我听说这大城市可不好考。哎，我听说有个组织部专门管人的。啊，那丫头成绩那么好，是不是考那儿了？哎，那是检察院还是法院呢？宣传部啊。我听我闺女说是在一个什么基层单位，很锻炼人的。哦，基层单位啊，
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考上了就是好工作，是不是？开饭了！哎呀，这姐姐那么出息，那弟弟呢？弟弟不也得端个铁饭碗啊？我弟比我懂事儿，我就在家养鸡就行了。那一家有一个出去贡献还不够吗？我这再一出去，我姐姐多担心爹妈呀。哎呀，多懂事，姑娘啊比小孩能干。没有，这出去闯荡是闯荡。我们家菲菲大学毕业以后啊，回家搞养殖，那比他爹他妈有出息多了。是我，娘娘，你到了尽头了，会让你好。你说哪个是娘娘？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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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静，安静，安静，不要打扰别人，不要打扰别人，小声点，小声点，小声点。是上了，是上了，是上了。唯有哥，哥哥，哥哥，哥哥。香香丹丹，拍一张，拍一张，拍我，拍我，拍，拍一张，拍一张，来来来来来，拍一个给丹丹看一下。哎哎哎，好嘞。来吃吃吃啊！哎，别客气，多吃点啊。能让我打个妆，打个妆。我这今天专门炸的酱。好吃。跟谁在一起呢？哎，大姨，你也跟他说两句啊！你跟我姐说两句。哎，丹丹，我跟你说，你小姨做的小鸡炖蘑菇好吃极了。丹丹，随时回来啊，小姨随时给你做。巴适的很。哎，你好。好吃的呢，哦，哎呦，你看，他也在吃好吃的，哎，给他打个视频啊，行，视频，打个视频。嗯，跟客户吃饭呢吧？指定是看见我了，不愿意搭理我。不是我要跟你视频，是我大姨想跟你视频。大姨，他说他在外边吃饭特别吵。行行行，咱们吃，咱们吃。来来来来来，咱吃咱的。少管我，你真有意思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呦，我天！行李超重了4斤啊！超重行李每公斤费率为经济舱全价的1.5%。超重了？嗯，不会吧？是不是你们秤有问题啊？大爷，不会的啊，咱这是机场，不是菜市场。咱这边商量商量，是把东西往外拿呢，还是付费啊？拿拿拿拿拿。那咱往那边点啊！啊，行行行，咱后边还有人呢，我还能下一位。超重呢？给他装没装？没装啥玩意儿了吗？咋的呢？哎呀，这干啥呢？带玉米干啥？你俩真行，成都人民吃不起玉米是咋的？咱家地里自己的，你姐最爱吃的这个。
哎，我可听大姨说了啊，那成都烧烤玉米是一粒一粒卖。那你们听人家说，人家这超重可贵了，那都少带点呗。这有啥呀？粘豆包苞米面子全给你带了。这玩意儿干啥呀？粘豆包。那不五一飞机不坏了吗？把这个拿来，这啥呀？咱家吉小黑。你不最喜欢他吗？让他陪你去成都做个伴儿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把小黑放里了啊？ 别撕！不就这扎眼了，扎你看。我上不了飞机，那活计能上飞机吗？重复上飞机又得干什么？检疫证明又得办手续，浪费劲了。你俩咱家机有检疫证明，我跟他说一下。哎呀，你可得了，办完的证明不作数啊！飞机场又不是咱家开的，你想着让你大爷给我这说，咱给咱抓起来。一会儿来不及了，耽误了。拿回去吧。 好了是吗？哎，请他好，你的登机牌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好了哈。哎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来媳妇儿，拿着。走吧，走吧。包子拿着。出去把自己照顾好啊。有啥事儿啊，你就找你大姨姨父啊。我知道你放心吧。闺女，都说不多。没事儿。有事给妈打电话啊。走了啊，走走走，照顾我爸妈啊。哎呀，你赶紧走吧，可算把你送回来了。少喝点酒啊。啊，走吧。走了啊，拜拜。 好吗？丹丹，你在哪儿啊？我想找你谈谈。房东说钥匙在地垫下面，你到了就先进啊，我晚点到。 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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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个房子有点老，你看，边都要漏水了。你找了好多钱啊？整租2800。这么贵？你是不是找超了？不能。哎，你不了解行情，现在外地来成都租房子的人多了，富华园那边一间隔板房都要1500了。真的假的哟？真的，真的，还有假的说。哎，妹儿，你是外地人嘎？啊，我是东北的，但我妈是成都人。哎，你在哪儿上班的？我在街道办当文员。哎呦，
公务员哦，哎，可以可以。哎，蓉蓉，你要向姐姐学习，听到没有，蓉蓉？啊，蓉蓉。公务员哦，要跟姐姐学习，听到没有？啊，别个一个人到成都来，有勇气哦。哎，买房子买在青羊区，虽然贵点，青羊区它好。千万不要去买那种边边角角的。哪儿哦？高新区好，大平层适合他们年轻人。高新区它贵的嘛？都不便宜，我都买不起现在。哎，我想住这间，你来。啊，我都行，你选吧。来房租你少出两百嘛？行，没事儿。哎，搬，那我先搬进去。哎，整理好房间哈。哎，那我也收拾。哎，好。这钥匙在这块呢啊！啊，可以。妈，等。哎，我把那个窗子开了哈，楼下起哈。你把床单、被套拿出来噻。天天回家呗，哪儿还叫白人？出来住过很多了哈。就是，你看人家那些娃儿还要自己煮饭，你有县城的还不安逸住。我也要自己煮，你连面都煮不成头，你煮啥子饭哦？我先不吃了，我这没收拾完呢。行，那我先出去了啊。啊。哎，对了，外面钥匙我先拿着，然后等备用钥匙出来之后我再给你。行。我工作比较自由嘛，这几天你喊我开门就行。没问题。啊啊，你吃饭去吧。嗯，拜拜啊。拜拜。哎。这火锅行吗？你是不是跟我心有灵犀？我还以为你摔厕所里了呢。我是罗威的妈妈，罗威他走了，前天走的，是心源性猝死。密码你还记不记得？记得呀，你如果不想让我记得，我可以马上忘了，我现在就能忘。你给我记着，你知道我这岁数现在，一个人在北京，最害怕啥吗？洗澡摔跤了，手机不在身边。你咋知道？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这就是咱们单身优秀女士的悲哀。你把密码给我刻脑子里，万一哪天我在厕所里有什么不测。你就我就指着你来救我了。行，三天联系不上你我就傻滚。我在厕所里躺三天，那不瘫痪了？啥病啊？三天不吃饭太饿了。就躺那就够着手机，就是这样啊。手机给我耗没电了。叔叔，阿姨，我是张佩。哦，我们知道。他们是密码锁，我这儿有。
之前一直没敢来。罗威告诉过我密码，我来看吧。好。他以前在家的时候写下了这封信，就怕万一啊走在我们前面了，说让我们打开再看。其实我们都偷偷打开过，还骂了孩子一顿。老爸老妈，不好意思，还是让你们打开这张便签了。首先要说对不起，你们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走在你们前头了。然后要说恭喜你们，因为我的离开意味着你们什么都不用再牵挂了。你们别想着给我买墓地，让我永远躺在一个地方，平时多出去旅旅游，把我揣一把在身上，就是一家三口出行了。我会在那边找个漂亮的地方，盖个漂亮的房子，养一群羊。等你们来了，我们天天在一起吃烤羊腿。不过你们要慢点来啊，因为盖房子需要时间，锻炼烤羊腿的手艺也需要时间。另外，你们记得去找张佩，他是我的好朋友。你们的女儿可厉害了，给你们留了一大笔钱，请你们一定要潇潇洒洒的安享晚年。叔叔，以后有用得到我的地方，随时喊我。不光是保险的事儿，什么都行。我们能不能麻烦你把这房子给卖了？你说孩子不在了，再说我跟他妈，我们也不会来了。能把银行的钱啊还清就行。喂，妈妈。哎呀，我就想看一下，我不找你，你要啥子时候想起来给我打电话？我和你爸商量了哈，你房子虽然自己付了首付，但是月供也不少钱。我就想把二环的房子卖了，搬到新津去，剩下的钱替你还房贷，不然等到你自己还完都60多了。你不要买房子，我买得起，我都供得起。我现在有点事情，晚点回给你啊。哎呀，好好，你去忙，我晓得了哈，照顾好自己。我已走过比生活更长的路，从离开襁褓到回家的路，我见过时间开的花铺满这条路，
只等一个方向迈出下一步。你好，请问是张佩吗？我是张佩。你给我做的那个寿险方案啊，我看过了。那个我有个问题，你现在方便吗？好的。我知道未来有变化，曲折的弧度，以为的旅途，其实人在归途。就让风吹动我去，用力拥抱你，贴近你，想二十年着你说，就试着寻找你，找自己，让未来更有勇气。你要是回成都，我就不给你寄。咱们公司这几年不是越来越好吗？你可得趁势而上。我知道你的性格，安于现状，不想冒尖儿。但年纪不小了吧，再努力一下嘛。太好了，我就是你的坚实后盾，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？我不绕弯子了啊。我想把人事关系还是留在北京。这太没问题了。那我就算外勤啊。好。等到过去之后，把团队组建起来，开展业务了以后，我还是想申请回北京，这么多年待习惯了。同意。只要你把成都的保费规模做到北京的30%，随时回北京。30%太多了，新地方20%。正因为新市场，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25%。那这样，就万事开头难，给我点时间。好，试试吧，一试才知道它的精妙。要得。你刚才进来的那个地方呢，是我们的服务中心，平时市民来往就在那边。社区发展办呢是在这边。王主任，人给你带来了哈。这个是王主任，这个是吴云。以后啊，你就跟着王主任操了，在王主任手底下那是很锻炼人的。王主任，小吴。对。新生力量啊！大家伙鼓掌欢迎。欢迎。谢谢。从今天开始。你就坐这个工位。好。你们互相介绍一下，认识。我先过去了。你先过去。谢谢。来，王姐。你好。你们好。我叫吴云。你好，我是郑明坚。你好。我是刘敏。你好。听口音，你像东北人吧？您咋知道呢？哎呀，听力出来啊。这也能听出来啊？我没有啥口音吧？你管这股叫没得口音啊？这我都收敛了，您没看着真正的东北人，那都老重了。我有外地的，我山东的。是吧？是啊。那咱们这个办公室语言构成还挺复杂。是呢。那其实我妈就是成都人，所以我算一个南北混血。成都话也七七八八吧，反正要是有四六级肯定能过。来。考考你啊！考。行。啥子叫头又破？蟑螂。啥子叫叮叮猫？蜻蜓。还是可以啊。但是你听得懂，你会不会说？咋可能不会噻？说的还是有点屁哦。好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你吃不吃得来辣哦？是微辣的还是微辣的？那我必定是。重辣，口气不小啊！哎呀，咱们啊也别吃的太辣，我觉得这个鸳鸯锅就正好。不过佩姐，人家北京这么惯呀，你回成都能适应吗？那有什么不能适应的？
哪来的回哪儿去，这就叫打道回府了。我这就。那你当初为啥来北京呢？当初肯定是为了躲父母啊。你不是啊？谁不是啊？原来大家都一样啊。都一样。我跟我爸妈能好好相处的时间就一周，超过一周就开始吵架。哟，这才是亲生的，是不是？是。给你们放点这个。还有老虎火锅。你们几个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去成都啊？没有啊。我们也能去啊。那怎么了？成都北京都需要人啊。再说人事处的徐姐人家都决定去了。那带着我呗。你去啊？你得考虑考虑，我刚提出来两秒钟，你回家考虑考虑，明天告诉我。我这有什么可考虑的？我来北京也没几年，没房没车没朋友，去哪儿不是去啊？再说了，那可是成都啊，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，还有年轻人。哎呀，你要跟我去成都了，你可就不能光玩啊，这个懂吧？哎，我就不行了，我女朋友还在北京呢，我俩都准备在北京买房买车结婚了。那你就驻守北京。行，让我们庆祝佩姐去成都，大展拳脚。要得，来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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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啊？客房保洁。不用。那我给你拿两瓶水吗？不用不用，不喝。活着呢，快活呢，快活。活着呢，不在群里回个信儿，翻半天翻不着你，没出什么事吧？我能出什么事儿？我蜜月期，我度蜜月。就你有老公，你度完蜜月赶紧的。你要不然带老公回来一趟呗？我正好回成都了。你也在成都？啊，你在成都吗？嗯，那云妹儿不是在成都呢吗？我是上哪儿去？成都去呗。行吧，你考虑考虑我提议啊。除了你老公，我们也是很重要的啊。没说你不重要，我是最近我忙，我太忙了。行行吧，忙吧。嗯，行，我先跟你说，嗯。